中国在台海附近的军演，联电营务董事长周兴成就批评中国太过嚣摆，伊就宣布要用个人的名义来捐出30亿，要用在国防教育。将捐出30亿新台币，大约1亿美元，来协助加强国防。办企宣布捐出差不多1亿美金，联电营业董事长周兴成表示，伊无费名也无费力，30亿新台币捐钱用途初步想法是用来帮助国防，佮希望能达到但就讨要的效果。推动全民国防教育，提振民心士气，出版反对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专书及各类影音创作，开发反制中共对台网攻击害侵活动等等。周兴成批评中国有够猖獗，军演动武是鲁莽行为，佮认为就即摆军演，因看清台湾有3种人，有鸵鸟派、导航派、统一派，因为年底选战应该将票投予对台湾认同的候选人。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，仿冒成一个正常国家，所以今天我们台湾人说要跟他统一，你跟谁统一呢？你跟流氓去统一，你跟那黑社会去统一吗？这些统派人士啊，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，今天选举大家检验这些候选人，他对于这个台湾认不认同？啊，如果他认同流氓，认同这黑社会组织，啊，不要把票投给他。因为中国对台经济制裁已经回，农业产品受影响，不过对台湾电子业影响不大。台湾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地位高到10年之内，暂时没有太过大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